和意字脱毛。来，欢迎韩博士。对小白鼠相当于成人量82倍剂量的观察，未发现毒副作用，就是吃82包也没事。慢性毒理实验对小白鼠相当于成人量24.3倍的剂量观察，没有发现毒副反应。下一页，下面是药效学实验证明，本药对大鼠失血性贫血有明显的治疗作用，中大剂量非常明显，对利血平所致的小白鼠脾虚模型有一定的治疗作用，有明显的剂量依赖关系。可是正常大鼠的肠系膜及颊部木结膜毛细血管胶点数增多，微血管扩张，血流速度加快，流态改善，具有改善微循环的作用，对小鼠具有调节免疫及增强免疫的作用。大剂量还可增强正常小鼠凝抗体血清溶血素的产生及淋巴细胞转化，对小鼠的免疫机能有促进作用。临床实验，本药经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、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、陕西省人民医院330例临床实验，结果表明，治疗组总体疗效总有效率为93.75%，这个疗效是比较好的了，是最好的了啊，93.75%有效率。含有酒加酒折罗生化散对脂溢性脱发、早发性脱发、斑秃、全秃、普秃、脱眉、产后脱发均有较好的效果，各病种间无显著差异。含有酒加酒折罗生化散对不同中医症型、气滞血瘀型、脾虚湿盛型、血虚型均有较好的疗效，总有效率分别为92.31%、95.46%及96.18%，三种症型之间无显著差异。对于各种脱发伴有的伴随症状，头发稀疏、情志不畅、不胀大岔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，对不同病情程度的脱发病患者均有良好的疗效，总有效率在92.93%以上，各组间无显著差异。治疗组服用含酒加酒折罗生化散后未发现毒副作用，使用安全。含有酒加酒折罗生化散对男女患者的血红蛋白有显著的升高作用。含有酒加酒折罗生化散治疗脱发病，疗效可靠，安全无毒副作用，是目前国内外治疗脱发病的特效药。现在大家介绍一下治疗的这个疗效的状况。这个患者发病4年啊，头顶变稀，48天之后头顶部开始好转，91天以后头顶比较茂密了啊。这是490天随访，头发恢复得很好。这个人是发病2年，94天，214天，291天，这是顶部，这是个前顶。我们拍照片，每一位患者都要拍照片，治疗前要拍，治疗中要拍，治疗后要拍，以后有可能还要随访，但是有些患者治好以后就不来了。下一步，下一步换了吗？没换了。这个10年，对，这个10年头前顶你看已经很稀了，64天的时候好转，
一百一十九天好转，一百六十一天的时候已经恢复得很好啊。这个是顶部，这个是前顶，一般还有个正面，放不下。下一步，发病五年，二十二天，八十五天，一百五十五天。发病五年，这二十二天，八十五天，一百五十五天翻。发病九年，一百二十六天，这个是两副照片啊，这是个女的啊，一般就是直接硬脱发，对这个我们一般分两类脱发，散发硬脱发和斑片状脱发。那么散发性脱发一般是那个直接性脱发、神经性脱发、激素源性脱发啊，中医认为发为血瘀，肾气化在发，肺主皮毛。血不流则毛不泽，所以一般认为与肺、血、肾和血的这个流通，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么从临床上，我们采用这个处方，因为这个我父亲就知道脱发的，这是中医，在他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又不断的优化，不断的提取，从四千多种药里面选出来了，选了有这个。选出了几十种药专门针对头发，那么这些药对头发效果是非常好的。那么这些药为什么能够治疗头发，目前还是个谜，现在已经是列为国家的秘密技术或著名商标，那个国药准字号通过了三大实验，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个专卖店，一个制药厂，一个研究所，一个抗病研究所。我们每一个人来都要给患者写病历、拍照片，然后长期随访。门诊服药，要做了这个全面的病历的记录和观察。我们有成千上万幅的照片，就是关键是，很多人问我这效果好不好。我说看证据，有铁的证据才能证明你好，一副两副不算什么，十副八副也不算什么，如果你有成千上万幅的照片，那就是证明你的效果就是好。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先把这个药向国内各省市推广，国际上也在推广。这次我听说有这样一个会，我们就积极琢磨来参加，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药的疗效。要经销这个药的话，或者和我们来，会和我们签订合同，我们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给配药。这是我门诊的一些情况，因为这些患者相当多啊，也每脱发病要占人群的24%，一般认为国外的。达到30%，所以门诊上经常挤得水泄不通，因为这个脱发病对容貌影响太大，你头发一脱以后就会有20岁，那么吃完以后患者有了希望，头发慢慢长出来了，一般3到5天，有些脱发就会减少，10到20天长出一层新头发来，一般轻度的，30天。3个月，差不多就能恢复。这个我们一共分了10度，1度，最轻是1度，最重是10度，1度到6度，效果最好。7度以上，7度、8度、9度、10度，这个效果不好，因为它的毛囊已经坏死了，这个是毛囊已经退化萎缩，可以长出一层细毛毛来，但是这个使用价值不大，这一部分需要。自体和活化移植才能够达到这个长发的目的。当然是一开始方面越早治越好治。刚才在会上，刚才很多人在问我，到底这个多长时间？我说你吃上快一点，快点3-5天，头发就会减少。那么它的原理是什么？目前仍然是个谜。你看这个中医讲辨证论治，气血瘀滞性的，脾虚湿盛性的，还有血虚性的。它病中间差异不是太大，
都是90%几。那为什么病种间的这个辨证论治，辨证论治是非常重要的？我们都知道，中医就是要讲辨证论治。那个屠呦这个发明的这个青蒿素，这个青蒿素之前的时候，中医在辨证论治，几千年来就用青蒿来治，知道吧？那正气也非常多的。可是青蒿素发明之后，不用辨证，反正只要是有疟原虫的，我都可以用这个办法去都吃青蒿素。就效果好。那么止疮生发散里头到底有哪些成分在掌握吗？现在不是太清楚了。但是呢，有一点，它是无毒，没有发现毒副作用，就是未发现毒副作用。那么我们已经有33年了，这个药97年在市场上销售以后，至今没有发现这个有毒副作用，非常安全的，没有把人吃坏。时间到了是吧？对，1分钟。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有12项发明专利，止疮生发散的药盒，再往下走。这是国家发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密法那个秘密技术啊，著名商标，生产许可证、检验证书啊，这是纯植物中药。绝对没有激素。有人说你这是没有激素，我说这是没有激素。要激素，那么药厂因为每一个省都要连锁，每一个市都要连锁，如果查出激素来的话，那是要犯法的。所以说大家放心，是正规的制药厂。下一个，这是证明证书，再翻翻翻。就是在全国各地以加盟的方式设立了数百家的这个诊疗处和专卖店。各大城市医院，这是我们的专卖店啊，都是一些小店，都这个如果有感兴趣的想加盟的，我们欢迎啊，我们台北局的外边会后可以来找我们啊，具体的一些治疗的方法过程，我们想知道的一些问题，我都给你去解答。所以这次会议我是亲自来参加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，非常谢谢您，韩院长、韩董事长，谢谢您，谢谢您精辟的解说。